说起鞠婧祎，我们想到的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千人美女这个称号，自从她出道以来就一直跟随着她。虽然在我们眼里看着鞠婧祎好像跟四千人美女差了一些，近日鞠婧祎现身机场，大夏天的她穿着长袖长裤子，虽然是破洞裤，但是看着也很热，旁边她的助理都穿着短裤呢。近看身材瘦小的鞠婧祎大腿地方竟然还被勒出来三角形，关先生说鞠婧祎只有80斤，但是看到那出三角形的鞠婧祎的腿，网友说好的80斤呢？不得不说鞠婧祎穿紧身裤的时候就会显示出她整个身材是五五分的，但是当她换上这种居家的休闲服，整个人看起来圆滚滚的，很可爱。身材瘦小的鞠婧祎其实不适合穿紧身的，像这种比较宽松的小白衫搭上破洞牛仔裤，脚上穿着一双小白鞋，这一身穿搭显得鞠婧祎身材很好，看起来很有少女的范儿。鞠婧祎的颜值是很抗打的，在这种生图里边，鞠婧祎身穿荷叶边的吊带蓝色小衫，下面搭配着黑色的短裤。